Hello， 小石，你今天来到天龙游乐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他的影片有说，他想要做活动，对不对？他很久没做活动，他想做活动，三百九宝夹，哎，我加百好吗？他就是巨无霸山峰的三百九宝夹，史上最低宝吗？很低啊，应该是很难再更低，而且还摆那么，可能有人比较低，但是要摆到这么低，还蛮难的啦。但是还是要试一下他的条件。我想要那么满，应该也要590。对啊，590，结果他是390。你要赚钱的。上面这个弄得到吗？后面比较高哎，可是好像碰不到，刚好碰不到。有机会碰得到，再试一下。哇，失败。那边不行，可能要看准时机，我再试一下。哇，没有，先讲前面好了。等我把这台的，哎呦，凶啊！果然，还有它的凶度在，机台有它的凶度。最主要他的胸部，押韵。哎，前面太空了，我觉得这样不行。我刚那个直接把前面应该要留着，铺平，稳稳的，这台才能顺理成章的吐石流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前面那个一回去就不对了。哎，我觉得上面还是要来。等一下要做保，你第一个先。这么快就要做保了？第一个先做保。好，第一个做保。对，把它全部都往前拉。好。好像要保喽，三百八，保夹。夹这个最里面的。我会夹到你，夹错。没时间了，先乱夹，夹不到最里面的盒子。哎呦喂！哎，夹那么紧，他夹那么紧，好了，开始第一个宝夹结束，准备开始进入宝一座 X 环节。X 就是未知数，目前还不知道会做几。凶啊！能不能出一个呢？Nice！ 这种感觉，小兄弟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还有机会再来一个吗？下一层。这什么？粘住了！来，我们。等一下把它弄一下，弄过来这样子。得抽又下去。华丽转身坠落，哎，太华丽了吧？还是要加我们的炭治郎吧，炭治郎一定要。哇！看起来宝一座二是差不多的，这一波。还能再下一个吗？哇，看来还有机会再下一层啊！现在我直接夹炭治郎，那飞起来就。哎，他都掉回去了，失足了，他没有掉出来啊！我们感觉要做保，目前雷包180，差210，都感觉要做保了。还好啊，保一座山。保一座山。会直接到，那就做保了。不要，你直接夹这个看看。哇，下来了，解开，解过图，完了，解过图。好的，哪一个？
放这里面。我夹这个铝条啊，冲得到吗？这个呢？这个。哎呦，香吉士后面那一只也可以，香吉士也可以。啊，香吉士，啊，就香吉士吧。推过来啊！哇，没推啊，一只啊。好，一只要开始开始出货。开抽，成功！这一只半只狼，说哎呦，哎呦，你还跟人说包丢，我剩四十块了，再一只好不好？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等一下，这个位置不能冷，我们加码100块好不好？应该看一下1000块是夹几颗。因为我们还有传说中的枪位还没解决，五盒，所以其实1000块5盒是不亏的，不亏啊。哎，重点是我是100块有机会出两盒，对，那就变赚了。哦，没丢，再一只，再一只。还在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哇，那边有呢。哇，接回去。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又要再做。那边有呢。做宝了。我这样要做宝了。嗯，对耶，这样差230哎。对啊，因为他低宝很容易就会想要做。靠，好可怕哦。好吧，那再换500块。本来个人是想要实战一下1000块，结果怎么不知不觉都一直乱加。这就是394宝夹的阴谋。那先生，再听一下，能出来就直接出吗？如果真的到200多，还是没出就做宝。我看这时候就要动一下匣子。我感觉可以一次保2只。一次保2只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说包2只哦，它帮我掉出来，怎么乱夹？我说了，就弹出来，那去补个位置啊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虽然计划有点不太一样，直接夹，直接夹，计划变动，出货，直接开战。哎呦，要慢慢出来，你就这样安稳的给我掉出来吧。打住！计划不一样。哇，不用保一送一，直接200块。不行，完全不行啊！好，感觉蛮好夹的。这关键是布鲁托，不是布鲁托。布鲁托，布鲁托，布鲁托是那只狗。布鲁克，关键的布鲁克，啊，走了啦！乱叫乱叫！哎，都走了哎！哇，这样对吗？两位这样对吗？没漏掉。没有放啊！有，太凶了吧，水柱！哎，夹到！哇！不要这么虐人心吧！不做，直接来。啊，这什么？金正锁喽，一般上。看到你拿金正锁那，我就想说。没有。这什么？送给观众。送给观众。哇，你变年纪是先送观众了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就送给大家。送你会员。送你会员。你怎么想的那么周到？哎呀，打我是会员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送给你，送给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送给我的。
说送给我的，送给你的，那就不抽了，他会留着了。哎，都还没结束，就先讲抽奖内容。我正要把它出货呢。我刚刚是因为看到他送东西，我不好意思直接出了，等他走我再出。这样子有没有都够近礼数？不然你一出他就不给你。对啊，万一我一出他就不给我怎么办？哎，我刚被他吓一跳，刚刚突然叫一下，我刚心脏痛一下，很像我在做坏事，然后突然叫一下，我吓到了那种感觉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！关键呢，差不多了，那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你在家反而要开始做。对啊。不要，我接受了。这边还没在讲。对。关键八旗。我就把它夹完了。1600。1600。嗯。好，这里。关键乳液气泡。比较容易起来。比较容易吸过来。关键礼物40块，是啊，30块，哎嘿，20可以省下来，拿去买饮料，哎，不行，我决定试一下前面这个，10块，试一个，试个运气，等下到好的角度，你要再加吗？加吧，啊，算了，不要，不加，不加。我们前面1000块是5盒。嘿，怎么样，安安？哎呀，危险了！我们1000块5盒，后面600块，最佳的600块，又多了。怎么那么多？那么多？有。没有，没事，没有。1000块5盒，我们追加的600块又5盒。关键的时候就是不能放弃。所以这个什么？带走。哎，带走。啊！被偷走了，但是你们要记得哦，有抽奖哦，记得哦。一般观众、会员，该打什么自己打什么，好不好？不用我多说，就这样子。想要这一碗的地址放在下面说明栏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多仔回来了吗？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要凶哦。